Hello， 我是你们的仓鼠三哥。今天我盯上了傻姑娘和皮卡丘的孩子，就是这只仓鼠，它叫做林妹妹。那只靠着我胳膊上睡觉的那只仓鼠，我今天要撸它。我不知道它为什么毛这么湿的慌。罪恶的大门已经打开了，用手伸过去，它变瘦了。七天没见，它变瘦了那么一些些。好乖啊，这家伙。好乖哦，虽然七八天没见了。刚刚我怎么感觉它有点虚的慌？它是一只三线仓鼠，长得是不是很可爱啊？哎，变瘦了。哦哦哦！咬人的时候更可爱。哎呦，大哥大哥大大姐大姐大姐，我错了。它咬人一般都是表示它想饿了，或者说想吃东西了。这时候你一定要去叫它找点吃的，不然它还会咬你。我先放你回去，我先放你回去，放你回去。回头是岸，回头是岸，罪过。嗯，我们下期再。